视这片星空时，我们已往返于天地之间。返回苍卓路，我们像流星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，我为伟大祖国感到骄傲。每一步都让人热血沸腾。我们要超过别人，那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。但是我坚信一条，我们中国将来一定会的。一个国家总需要有这么一部分人做出更多的事情。靠谁呀？靠自己。做到自己干不动，也必然会进入空间时代。三十载光阴，迎来第一次太空相聚。这是一次壮阔的远征，也是一场浪漫的抵达。中国太空家园大门已经为你们打开了。此刻，孤寂的深空有了家的温暖，让我们的太空家园更加热闹，更加温暖。哎，好，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。